对吧？往里一放，我就一松手，它掉了。接下来还是一样，我还二，紧，紧，知道吗？掉，全了。 哎，放心。
不上贵啊，不上贵是注脚，注脚还是吗？啊，你就吃了。 给我一台机器，我会自己养活自己，不靠天也不靠地。给我一台机器，我会自己。
得切掉了。其实正常切的话咱们有那个打磨机，然后打磨机呢我就觉得不太好玩，所以我来了一把锯子献给大家。怎么样，你看我这个作案工具全不全，是不是非常全？其实这个才是专业的，就是说那个打磨的那个工具。然后呢拿酒精把这面都擦一下，然后稍微用 3M 胶固定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全都切掉。其实我是拿切割机切的啦，要不太麻烦了，那个太慢。然后呢在这下面都钻几个孔，然后把这孔钻完了之后呢再往上镶。为什么他们都说我有点说方言。